北京德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核带文化的拍摄制作、广告策划、版权播映及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批发零售等业务。该公司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全民健身为基础，特邀著名太极拳家、国际级武术裁判、中华武林百杰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德印先生为总策划，制作出版了一大批太极拳、剑刀、枪棒、棍等各种器械武术教学音像制品，同时又与社会各界名流整合，制作出版影视产品、音乐教学、国画系列、舞蹈系列、性保健系列及饮食系列等各种音像制品，是您生活、健身、娱乐的好导师。您可以利用各种方式选购，德印商务网www.art818.com。简化太极拳是新中国体育主管部门编定公布的第一套新编武术教材。为什么要编这套太极拳呢？大家知道，太极拳在我国流传广泛，历史悠久，有着很好的健身医疗作用。为了更广泛地普及推广这项中华民族的健身运动，中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在1956年主持编定了简化太极拳。由于这套简化太极拳只有24个动作，人们又称它叫做24式太极拳。现在就请大家看一下简化太极拳的动作全套演练。
简化太极拳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它的传统性。这套太极拳全部采取了传统的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动作。杨氏太极拳的特点是均匀、柔缓、舒展、大方，老幼都可以参加锻炼，所以比较容易广泛的开展。第二，简化太极拳内容精炼。杨氏传统太极拳一般是80几个动作，打一套大约20多分钟。简化太极拳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20几个动作组成，这样呢就使初学者易学易记。第三，简化太极拳在动作编排上体现了由易到难的原则，比如说他起势以后采取了比较简单的野马分鬃的动作。同时简化太极拳在动作结构上对一些主要动作增加了对称的练习。大家知道传统的太极拳有些动作常常是只有左式或者只有右式，这样无论在锻炼的全面性上还是在动作的结构衔接上都使人们觉得有些遗憾。简化太极拳对蓝雀尾、对下势这些重点动作都进行了左右的反复的对称的练习。最后，简化太极拳动作规格明确统一，这也解决了一些初学者对于不同的练法带来的一些困惑。好，下边我们就开始学习简化太极拳。简化太极拳全部套路是24个动作，分作8组。第一组一共是3个动作，这3个动作的名称是：一起势，二左右野马分鬃，三白鹤亮翅。请大家先看一下这3个动作的完整演示。预备，开始。一起势，二左右野马分鬃，三白鹤亮翅。请大家再看一下慢动作演练。预备的时候身体自然直立，第一动起势，左脚分开半步，两手向前平举，两腿屈蹲，两手下按，端正地坐下来。二左右野马分鬃，抱手收脚，转身上步，弓步分手，前手心斜向上，与头同高。第二个野马分鬃，转腰坐腿撇脚，抱手收脚，上步，弓步分手，
第三个野马分鬃，转腰撇脚，重心稍向后移，再抱手收脚上步，向前一步，弓步分手，下面的手按在体侧。第三动，白鹤亮翅，向前跟进半步，两手向前伸前抱球，重心后移，坐到后腿上，转腰分手，再转向前方，虚步分掌，前手心对准额角，左手心按在体侧。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预备式的时候，身体自然直立，心里安静，精神集中，身体要放松自然。起势，左脚分开半步，与肩同宽，两手呢慢慢向前平举，与肩同高，再屈腿按掌，身体好像端正地坐在椅子上，两手好像落按到前面的桌子上，眼睛向前平视。这个动作在传统太极拳的练习当中也叫做太极式，就是说后面的很多的变化都从这个基本的姿势演变而来。比如说他叫你保持一个安静的心态，端正的身形和屈蹲落胯的这样一个重心。太极拳的很多动作都是在这样一个身形步行的状态下来运动的，好像端正的坐在腿上打拳，放松的端正的在练习。所以这个起势的动作是一个很基本的，或者是叫基本动作的练习。这个动作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武术攻防含义。第二个动作叫做野马分鬃，他的手是一抱一分，左边一抱，再前后一分，一共要做三个。太极拳的抱手是武术攻防动作的预备，两手先合起来。那么杨氏太极拳的合抱，两个手也叫做抱球，好像呢抱着一个蓬松的这样一个圆球，上手高不过肩，下手呢与腰同高。注意球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另外呢也不要离身体太近，蹭着自己的身体。在太极拳的术语当中叫做虚腋，腋下呢也要保持弧形，手心大体上上下相对。分开，野马分鬃的分开我们叫做分靠。它的动作的攻防含义是一个手向下踩住，也就是抓住按住对方的手臂，另一个手插到对方的腋下，用分靠的力量把对方给掀倒，力点在你的前臂。如果这个动作用长拳的动作来做，那么就是叉，或者是一合分靠，实际上是表示了这样一个攻防的含义。动作的步伐是向左转身上步，假设面向南起势，抱手收脚，向左转，转向正东，迈出一步，
然后弓腿分手。第二个，坐腿转身，撇脚抱手，再向前上步，叫做右野马鬃。分靠，力点在前臂，手心呢斜向上，与头同高。第三个，左野马分鬃，抱，出脚，分靠。三个弓步的方向都是正东。第三个动作，白鹤亮翅。手的动作仍然是先抱后分，向前抱，收拢后脚，我们叫做根部向前抱，把球抱在身体的前边，重心移到后腿上来，两个手分开，虚步坐在后腿上，两个手由合由抱而分。这个分，从武术的攻防含义上来讲，我们有的时候叫它横列，一个手控制住对方的手臂，另外一个手向斜后或者是向右侧把对方给掀倒，不是向前分，而是向扭转它啊，扭转横列开。有的练法，传统的练法是手向上上下分开，手心向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仅是一个横列，有一个错手撅臂的动作，一个手向下压，一个手向上撑，使他的手有一个被控制，我们叫做拿法啊，叫做拿住对方。这就是这三个动作的手法和他表现的武术意识。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动作的打太极拳的要领。第一，要做到立身中正，端正的坐下来，坐在你的右腿上，也保持身形的端正，出脚收回来，出脚，弓步，收势，身体呢，总好像端正的坐在腿上练习，放松的、端正的，保持这样一个身形，我们叫做立身中正。这是太极拳的基本身形。练习的时候，不要前俯后仰、左右歪斜。有的人常常由于腿部力量不足，向前趴在桌子上，要纠正过来，收臀立腰。还有的人向左右倾斜，要纠正过来，屈腿落胯立腰顶头，保持一个端正的身形，平静的心态，这是我们打太极拳的要提醒初学朋友们注意的要领。第二，要注意疏松，疏就是舒展，松就是松柔，不要紧张。太极拳的动作柔和，表现在手上，既要分开，动作很饱满，但是又不要僵直。打太极拳不是像做体操，要求横平、
竖直，而是呢带有一定的含蓄放松，肩要沉下来，肘关节微微弯曲，所以它好像一个膨胀的充满气的球，支撑八面，但是呢处处体现一种圆形。不要挺胸直臂，一马分鬃，请坐的姿柔和一点，圆润一点，松柔一点。到手的时候，两手画弧抱球，不要抱得太紧，像夹着书，但是也不要太松软，好像泄了气的球，不够开展。太极拳的术语叫做没有膨劲，膨就是要饱满膨胀。我们太极拳的术语常常说松而不软，舒而不紧，沉着而不僵，不僵硬。所以呢动作要保持疏松自然，请大家在做的时候要做到端正，要做到疏松。从一开始呢就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一起势，分脚，举手，屈蹲，按掌。二，野马分鬃，抱手提脚，转身，出脚，弓步分手。野马分鬃二，坐腿，转腰撇脚，抱手收脚，向前上步，弓步分手。野马分鬃三，转腰撇脚，抱手收脚，向前上步，弓步分手。三，白鹤亮翅，抱手跟步，坐腿转腰分手，虚步分掌。第二组也是三个动作，四，左右搂膝傲步，五，手挥琵琶，六，左右倒卷弓。请大家看一下这三个动作的连贯演练。四，左右搂膝傲步，五，手挥琵琶，六，倒卷弓，四，搂膝傲步，白掌落手，转腰交叉白掌，收回左脚，再向前迈出一步，屈臂前推。第二个搂膝傲步，撇脚转腰，摆手收脚，向前上步，屈臂弓步推掌，
第三个搂膝腰部，转腰，摆手，收脚，眼睛看摆到侧后方的右手，手心向上，屈臂收到头侧，左脚迈出，弓步搂手推掌，五，手挥琵琶，向前跟步，坐腿，两手交错，合手，虚步，身体侧向前方。六，倒卷弓，撤手，转腰翻掌，退步，屈臂卷弓，虚步，坐腿，前推。第二个倒卷弓，撤手翻掌，退步，屈臂卷弓，虚步推掌。第三个倒卷弓，撤手，卷弓退步，坐腿前推。第四个，撤手，卷弓，推掌。这几个动作的一个特点呢，是推掌的动作，搂手推掌，左右搂膝拗步，第四个动作。什么叫搂膝拗步呢？拗步就是一个脚迈出去以后，用另一个手去推，相反的手是向前推，手和脚是相反的，我们叫做拗步。现在是弓步，我们就叫做拗弓步。搂手是指的下边的手从身前搂开对方，这个动作名称就反映了动作的练法，完整的名称应该叫做左搂膝拗步推掌，左弓步搂膝，右手前推，简称搂膝拗步，把推掌两个字呢省略了。这个动作的手法攻防含义很明显，用手拨开对方，搂开对方的进攻，对方踢过来把它搂开，用另一只手去推。练法是从白鹤亮翅开始，一，向前摆掌下落，现在的方向应该是面向正东，微微转身摆掌下落向前看，然后交叉摆动两手，右转身摆向右后方，把前脚收回来，两个手交叉摆动，侧后方，右手举起来与头同高，然后再把左脚迈出去，右手收到头旁、耳边、肩上，手心向前，然后搂推，推出去的手指尖对准鼻尖，高不过眉，搂开的手停于体侧大腿旁边。如果起势方向向南，那么我们做这个动作继续向东，一，向前摆落，右手向前摆落，二，交叉画弧收脚，还是端坐在腿上，眼看后手方向呢应该是正南偏西，
三，出脚收手；四，弓步搂推。第二个动作，右脚在前，称为右弓步，右弓步左推掌。一，转身撇脚；一，转身撇脚，重心微向后移；二，摆手收脚；三，上步屈臂；四，搂手推掌。第五个的动作叫做手挥琵琶，好像手抱琵琶一样。那么这个动作呢，是一个合手的动作，两手合抱在你的身前，合手。武术的攻防含义是，也叫撅臂的动作，一个手扶着他的手腕，另一个手托着他的肘，两手合劲儿，合劲儿发力，使对方的背拿制住，撅他的手臂。所以我们这个动作是合手撅臂，两个手心呢相对，侧掌指尖斜向上，还是前手高不过眉，后手对准自己的肘关节内侧。第一动根部，第二动坐腿，两手交错，前手向后带，右左手画弧前摆，然后合手虚步。第三个动作倒卷弓，名称也反映了练法，在倒退当中，后退当中去卷弓，把你的弓骨弯曲回来，屈臂，把手收到肩上，退步卷弓前推，退步卷弓前推。我们把推掌两个字也省掉了，就叫做倒卷弓。那么攻防含义呢，应该是一个手控制住它，在后退当中向前反攻，去推对方的胸。下面我再说一下这几个动作的步行和步法。步行是指下肢的到了定式的时候的形态，步法呢指的脚的移动的方法。那么太极拳主要步行，我们在这几个动作当中出现了两种，一个叫做弓步，一个叫虚步。弓步，一个腿屈膝，屈膝前弓，一个腿后面的自然蹬直，前腿弯曲向弓，后腿伸直向箭，我们又叫做弓箭步。弯曲的前腿，膝关节与脚尖大体上下相对，后腿呢自然蹬直，脚尖斜向前方大约45度或者是60度，左脚在前称左弓步，右脚在前右弓步。虚步，重心坐在后腿上，前脚掌虚点地面，或者是脚跟虚点地面，重心大部分在后腿，前虚后实，前脚尖向前，后脚尖仍然是斜向前方45度到60度。这两种步行都是太极拳最常见的步行。大家在第一组动作当中的起势的时候，还见到了两脚平行开立的叫开立步，屈蹲以后的马步，
这两种步行呢也是常常出现的。我们在做弓步的时候要注意两个脚保持适当的角度，比如说转身上步，后腿在蹬直的时候，随着身体的转动，脚跟要捻转，这样身体就会转向前方。如果脚跟不扭转，敞当，脚尖外撇，身子就会扭着，斜向前方，姿势呢就会紧张生硬。合胯，脚跟捻转，脚尖转向斜前方，动作就要自然放松稳定。做虚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得需要脚跟或脚掌的捻转调整，比如倒卷弓，退步以后重心后移，前脚也要捻转，转向脚尖正向前方，退步以后重心后移，前脚掌为轴，脚跟转动，这样保持一个合适的角度，身体才能够和顺自然。所以大家在做脚步移动转换成定式的时候，要注意脚跟或脚掌的捻转，我们叫做捻脚。其次还要注意步子两脚的距离和宽度。弓步两个脚要保持适当的左右的宽度，这样重心容易稳定，好像我们两个脚支撑左右有一定的开力宽度，容易稳定。如果两个脚踩在一条直线上，就会保持重心就会很困难。所以请大家做弓步的时候，两个脚不要太窄，不要踩在一个平衡木上，更不能左右交叉，这样身子就会歪扭生硬。保持一定的宽度，有利于你重心的稳定。步行距离、角度、宽度都要有利于你重心的稳定和身体的放松。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步伐，不管是前进、上步还是后退，太极拳都要轻起轻落。太极拳谚语叫做迈步如猫行，提起来轻轻地迈出去，要轻灵稳定。也有人说迈步如林渊，林好像要到了深渊，要试探一下。总之都是要求大家太极拳打太极拳的时候，脚步的移动不要过猛过快，要轻起轻落，要点起点落，轻灵而稳定。有些初学的朋友腿的力量不足，或者是方法掌握的不对，他们在提脚的时候常常不是轻提，而是猛力的，好像把脚从泥里头拔出来一样蹬地而起，或者是拖地而起，这样就不能够做到轻灵。落脚的时候也往往控制不好重心，
重心向前猛冲，落地砸地，或者是生硬勉强，为了清零把脚蹬出去，很艰难的很紧张的再下落，把蹬脚和落地割裂开来。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这种毛病叫做翻靴亮底，好像把鞋底子亮出来以后才落地，这样呢也就故意显得很紧张很勉强，既要轻灵轻坐轻起轻落，又要自然柔和，所以要避免蹬拖砸亮这些个步伐沉重紧张的现象。四，左右搂膝傲步，落手转腰摆掌，收回前脚，上步屈臂，弓步搂手推掌。第二个搂膝傲步，撇脚转腰摆手收脚，上步收掌搂手前推。第三个转身摆手收脚，收手上步弓步搂推。五，手挥琵琶，根部坐腿错手虚步合手。六，倒卷弓，撤手翻掌退步，卷弓推掌虚步。第二个撤手卷弓退步虚步前推，前脚顺势扭直。第三个退步推掌扭直前脚，眼看前手，后手收到腰间。第四个撤手退步虚步推掌。第三组包括两个动作，七，左拦雀尾，八，右拦雀尾。请看这两个动作的连贯演练。七，左拦雀尾，八，右拦雀尾。七，左拦雀尾，转腰分手，收脚合抱，上步分手向前捧手，前手横于身前，高于肩平，手心向内。转腰摆手，手心斜相对，坐腿转腰后捋，屈臂搭手转向前方，弓步前挤，两手分开，坐腿收手后引，
前脚尖翘起，然后弓腿前按，两手与肩同宽，腕关节与肩同高。八，右蓝雀尾，向右转身，分手扣脚，再坐腿抱回来，重心左移，抱手收回右脚，转身向膝上部，出脚，弓步捧手，与第七动的弓步捧手相同，只是左右相反。转腰摆手，手心上下相对，斜相对，坐腿后捋，两手摆到身体左后方，屈臂转身搭手，左手心对准右腕内侧，身体转向正膝，弓步前挤，两手交搭成一个圆形，要两臂自然圆满，腕关节与肩同高，力点在前臂的外侧，两手分开，坐腿翘脚，收手后捧，引到胸前向下微微沉落，再弓步向前推按出去。蓝雀尾是什么意思呢？名称是抚摸孔雀的尾巴。这个动作在传统的太极拳里的也叫做懒扎衣。懒扎衣就是把衣服，长袍的衣服扎在你的腰带里边，是好像把衣服懒扎起来，是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它表现的是什么攻防的武术内容呢？这个动作一共包含了四个手法。第一个手法是捧，这个动作很像我们第一组里边的野马分鬃，但是这里的攻防含义，捧是捧架，迎架住对方，承接对方的进攻。捧架和承接都是一个防御的准备，准备进攻或防御等待的意思。用手筑起一个屏障，好像盾牌一样，把自己给保护起来，这就是捧手。所以第一个动作是抱手上步前捧，力点在前臂的外侧，承接住对方。下面一个小动作是捋，这个动作捋，顺势把对方拉回来，不要用很大的力，柔和的拉回来。我们平常俗话捋胡子，轻轻的，这样的动作叫做捋。对方向你进攻，你顺势把他给引回来，借力使力。当然在武术里边可能会是捋，很快的，但是力量很快，但是并不需要很用大的生硬的用力，不是像拔河一样的硬拉，生拉硬拽，而是轻轻的顺势。第三个动作捋后是向前挤，贴住他的身体，接触着他的身体，向前把他给挤压出去。这两个动作在武术当中是常常连着用，
把它给捋回来，顺势再挤出去，捋回来挤，再把它给，这是武术当中经常连发的动作，后捋前挤。第四个小动作，把手引回来，推出去，引回来，推出去。这个动作在太极拳里头不叫推，而叫做按，向前按，向下按，向前按。太极拳有一句话叫做引进落空，把它给引进来，使它的重心失重失控，然后在它向后稳定挣扎的时候，趁势再推出去。这种引而后推的推，我们就叫做向前按。在前面一组，我们搂膝推掌、卷弓推掌，这种动作不能叫做前按，只能叫做由后向前推。只有这样的动作引进来、化开，再向前顺势再推出去，这种叫做向前按。所以你看，蓝雀尾的动作手法包含了捧、捋、挤、按四个小动作，这是它的手法。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包括打太极拳的时候，都要注意手脚的配合。太极拳术语叫做上下相随，手向后引，重心也向后坐，手向前按，重心也向前移。这样手到脚到，而不是脚快手慢，或者是手快脚慢。第二，还要注意重心的，两腿的重心的虚实分清。向前棚架，重心在前腿；向后捋，重心移到后边来，重心常常是在前实后虚、后实前虚，常常是左右前后移动的。即使配合攻防动作的需要，也是加强运动量的锻炼的需要。有些朋友常常是只注意手法，忘记了重心的或者是两腿的虚实转换，形成站在原地练拳。向前捧，向后捋，向前挤，向后引，向前按，只有手的动作，上身的摇晃，没有重心的转换，我们叫做虚实不清，或者站立式打拳。这样当然就没有什么收不到什么健身的效果。所以太极拳叫分清虚实，上下相随，也是我们打拳的朋友要注意的要领。七，左蓝雀尾转腰抱手，上步前捧，摆手后捋，搭手前挤，引手坐腿前按。八，右蓝雀尾转身分手，抱手收脚，转身上步，右捧手，摆手翻掌，坐腿后捋，搭手前挤，坐腿
后引，弓腿前按。第四段有三个动作：九单边，十云手，十一单边。请大家看一下这三个动作的连贯演练。九单边，十云手，十一单边，九单边，坐腿转身向左云摆，坐腿向右转腰云手，勾手翻掌收脚，转身上步，弓步推掌。现在弓步和推掌的方向转向正东。十云手，重心后移，坐腿扣脚转腰落手，勾手松开，两手交叉画圆向左云，翻掌收脚，两脚保持平行，相距大约20到30厘米。第二个云手，转腰右云，上手高不过头，翻掌出脚，向左云，下手与腰同高，弧线云摆过来，翻手收脚成小开步。第三个云手，转腰右云，翻掌出脚，左云收脚翻掌，十一动单边，转腰右云，翻掌勾手提脚，转身向东上步，弓步推掌，两手的腕关节与肩同高，勾手斜向西南，左手向正东推出去。这几个动作的手法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云手。什么叫云手呢？手在你的身前摆动成一个圆形，像云的云朵一样，有的时候也可能在你的头上摆成一个圆形。这种的手的转动构成的一个图形，我们常常叫做云手。武术里边有云手动作，舞蹈里面、京剧里面也常常有这个名词出现。比如说，这样也叫云手，手呈云形的摆动晃动，啊，这也是云手。武术器械的时候，用刀剑的时候，也有一种用剑在你的体侧画一个圈，在你的头顶画一个圈，也叫云刀云剑等等。云手或者是云的动作也有明显的攻防含义，它就是对方来进攻，我们用画一个弧线把对方拨开，然后呢再乘势反攻。或者是比如说云刀拨开对方
斩头、云、斩。我们在这里的云手动作常常是向右拨开、向左拨开、向右向左，连续的左拨右拦，构成了两手的交叉云手。太极拳的动作当中还有一种平的云手，云手拨开对方，再把对方推出去，平云前按。所以很明显，云手的动作是拨开对方，破坏掉对方的进攻，然后再找好机会反攻。第九动，单边先做一个云转的动作，先做一个两手的交叉圆形的云摆，然后勾手上步推掌，动作的方向从正西右转身向正东弓步推出去。那么勾手是什么意思呢？是武术当中的重要手型之一。云拨完了以后，翻掌抓勾，五指第一指节捏拢，自然伸直，五指自然伸直。这种勾手在武术当中，不同的拳种会有不同的攻防表现。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叫做雕勾，把它给抓住，抓住它的一个手，然后另外一个手去攻击，像钢鞭一样单手打击它，叫做单鞭，一个手抓住擒住。有的时候我们做勾手的时候，也可以做勾勾挂，勾开它，勾开它，拨转它，也可以呢用一种勾手去顶撞它，用勾顶去顶撞，也可以用勾尖去奔啄，像仙鹤的嘴一样，在南拳当中也经常使用这种奔啄的勾尖奔啄的去进攻。所以你看，勾手是武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型。在我们简化太极拳当中，一共出现了三种手型。太极拳的掌型，五指自然分开，虎口撑圆，掌心内含，不要完全的挺直，五手不要完全的挺直，但是也不要过于弯曲，要自然的伸直撑开。另外一种手型就是拳，我们在下面的动作当中就会出现了拳法，五指呢卷曲，握得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勾手转身推掌，左手是掌，右手是勾，这一个动作里头包含了两种手型。第十个动作是云手，向右拨转，拨开它，向左向右。那么下面的手呢，也可以作为辅助的拨转，辅助的助力。传统太极拳套路都是向左行进的左云手，手落下来，向左先棚架住，然后翻转拨开，右手同时也向左云转，收脚向右云拨出脚，再向左收脚，向右云出脚，向左云收脚。做云手动作要注意三点。第一点，手眼身部要协调配合，周身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眼睛随着手向右云，重心向右移，
腰向右转，向左匀，眼睛看着前面的手，腰向左转，重心向左移动，切不可手脚腰头各行其事，比如手匀转，腰和头不配合。第二，匀手的步伐是向左行进，叫做侧行步。侧行步仍然要保持太极拳步伐的轻起轻落，点起点落，重心要保持平稳，高度在一条水平线上，不要忽高忽低，上下起伏像波浪一样。第三，注意匀手的步行，收脚以后两个脚是平行向前，保持呢20厘米左右的距离宽度，我们叫做小开步，两脚不要并紧，不要并拢，也不要呢外撇做成八字，敞当撇脚。九，单边，右匀，勾手转身上步，弓步推掌。十，匀手，坐腿左手下落画弧，继续向左匀，两手交叉画立圆，收脚翻掌，右匀，出脚翻掌，左匀，收脚翻掌，再做一次。十一动，单边，向右匀，翻手雕钩，转身向东上步，弓步前推，后脚脚跟蹬转成弓步。第五组一共有4个动作，其中2个动作是腿法，1个动作是掌法，1个动作是拳法。这4个动作的名称是：12高探马，13右蹬脚，14双峰贯耳，15转身左蹬脚。12高探马，13右蹬脚，14双峰贯耳，15转身左蹬脚。高探马，跟步，坐腿翻掌，屈臂，虚步推掌，右蹬脚，穿手收脚，向左活步，翻掌分手弓腿，收脚抱手，提脚蹬踹，两手分开画弧，双峰贯耳，收小腿，翻掌并手，落脚，握拳，弓步贯打，转身左蹬脚，坐腿转腰分手扣脚，坐腿
抱手收左脚，提腿分手蹬左脚。高探马这个动作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好像人们在骑马之前准备要搬鞍认镫骗马之前，先去试探一下马的马鞍马缰怎么样，好像牵着马缰试一试，推一推，探视一下马的状态，设备的状态，拉住马缰，好像这样一个动作。当然作为武术动作的攻防含义来讲，是一个手把它给引回来，另一个手向着它的头和脸去扑过去，我们也叫做扑面掌。这个动作方向是向正东的虚部，很像倒卷弓的虚部推掌，但是如果你要仔细观察起来，还有一些个细微的差别。倒卷弓是同侧的手和脚在前边，左脚在前的时候是左手推出去，高探马左脚在前的时候是推右手，叫做傲虚步。第二，高探马的推掌的是向着对方的头，倒卷弓呢是推他的胸或者是肩比较低，腕关节不能超过肩部，高探马腕关节可以稍高。第三，下面的手倒卷弓是收到 腰间，高探马是收到腹前。当然一些传统的杨氏太极拳的练法，也有的在前推掌的时候指尖是斜向前，力点呢放在掌沿，用侧扶掌去推击对方，也有这样的练法。下面一个动作第十三动是一个用脚去攻击对方的腿法，叫做蹬脚。蹬脚的攻防含义是用脚底去蹬踹对方，蹬踹力点在脚底，脚尖上翘。那么我们蹬踹的方向是正东偏南30度，先穿手活脚移向正东偏北，弓腿分手，再把手抱起来，脚收起来，向着正东偏南蹬踢出去。两个手要维持平衡，分展在身体的两侧。当然太极拳的分手不能像广播操似的横平竖直，应该是保持一定的含胸自然的状态，也就是两手张开，大体上是在135度左右，前手向前的话，后手是斜向后方而不是直向后方，不要直臂挺胸耸肩，而要沉肩含胸沉肘，所以呢要保持一个松沉自然的展开两臂，脚踢的方向要与你的手上下相对，不要手脚眼各行其事。有的时候有的人手脚不但不合，头也不看蹬脚的方向，
各行其事，我们就叫做上下不合。那么蹬脚以后是收脚，做了一个拳法，并手贯拳，落脚贯拳，方向与右蹬脚相同，正东偏北，正东偏南30度。这个动作双拳齐发，攻击对方的头太阳穴。那么这种动作武术里头叫做贯拳，在拳击里头呢，把这种拳法叫做摆拳，摆拳摆成一个弧线。由于我们这是两拳齐发，所以叫做双贯，请一定要立腰顶头，沉肩垂肘，切不可耸肩仰肘低头，请把你的头顶起来，注视前方。下面转身，坐腿扣脚，转身分手，再抱回来，向着西南方向左蹬脚与刚才的右蹬脚以圆心成了一个对称的方向，以圆心为点，两个蹬脚的方向分别向东南和西北斜方向来蹬出去。同样蹬脚也要保持中正舒展，有些初学的朋友可能呢蹬脚动作比较困难，所以就紧张僵硬憋气，坐起来面红耳赤，或者是低头弯腰强求高度，这是不必要的。12，高探马，根部翻手，坐腿屈臂，虚步前推，右蹬脚穿手移脚，翻掌分手，抱手收脚，分手分蹬，眼看前手，双分贯耳，收小腿并两手停于膝盖上方，落脚握拳贯耳弓步。15，转身左蹬脚，坐腿扣脚分手，坐回去抱手收脚，立腰提腿，分手蹬脚，手脚上下相合，眼和前手前后相对。第6组只有两个动作，而且两个动作是相同的，只是左右相反。两个动作的名称是16，左下式独立；17，右下式独立。左下式独立，17，右下式独立。左下式独立，收腿摆掌提钩，伸腿全蹲扑步，转身穿掌，弓腿举手，
独立调掌，右下式独立，落脚转身，提钩抬腿侧身，扑步穿掌，弓腿调手，独立调掌。第六组的动作里头出现了两个新的步型，而且呢高度相差比较明显。下式独立，下式是扑步，独立是用独立步。在传统的练法里边，下式和独立是两个分开的动作，而且呢常常是只有左下式。现在在简化太极拳里面，在动作的结构和编排上做了一些变化。什么是扑步呢？一个腿屈膝蜷蹲，另一个腿像被子一样铺盖在地面上，这样的步子叫做扑步。一腿蜷蹲，一腿伸直，扑步穿掌，两个脚都要全脚踏实，身体略略前倾，但是不要驼背弯腰。独立步，顾名思义，一条腿独立支撑，另外一条腿屈膝抬起，高于水平，这叫独立步。我们这个动作就叫做下式，以后再接独立。手法下式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穿掌，穿掌手沿着你的腿伸出去，沿着你的手伸出去，沿着你的身体伸出去，都叫做穿出去，由屈而伸。穿掌可以是直接以指尖为力点向前进攻，戳穿对方。我们在这里头就是顺着你的腿穿出去，蹬脚以后收回来，落脚伸出去，扑步穿掌，然后弓腿把手挑起来，再接一个独立的调掌。这两个动作的攻防含义是顺着腿把你的手伸到他的裆部去戳击他，或者是伸到他的裆的下面把他给挑起来。独立手把他给挑开，我们叫做挑掌。把它给挑开了以后，用膝关节去顶撞对方。武术的谚语有：远了拿脚踢，近了便用膝。膝关节也是一个攻击点，在武术攻防中常常呢作为攻击的一个部位。这两个动作做完了左边的下式独立以后，再接做右边的下式独立。落脚，脚跟捻转，再提钩，再把右脚提起来伸出去，再做扑步穿掌，再挑起来，再独立。做这个动作我还要提醒两点，请大家要引起大家的注意。第一，
是瀑布的转接成独立步，两个脚的捻转。瀑布以后转弓步的时候，随着重心前移，前脚的脚尖外撇，后脚的脚尖内扣，这样在提腿独立就比较容易和稳定。如果前脚的脚尖不外展，前脚尖没有做外展而是横向，那么你在提后腿的时候，你看身体上就要歪扭不稳。第二，还要注意在你做瀑布的时候，两个脚是左右分开，同时也要保持前后有一定的宽度，这样呢在下边做转接独立的时候就会更容易稳定。向左，两个脚尖的连线与中轴平行，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请你把左脚向后移动一脚长，前后两脚保持一定的宽度，就好像在做楼西奥步的弓步，两个脚左右保持一定的宽度一样。这样的好处是，你看在转接成弓步的时候，前脚尖外撇，后脚尖内扣，有一定的宽度，就可以使你的更好的做到松腰松胯，重心稳定，使动作显得更柔和。这样保持了一定的宽度，就不至于造成两个脚踩在一条线上，形成站在平衡木上边的打拳，左右摇晃，身体紧张。有了宽度，就可以容易做到松腰松胯，松腰松胯使动作更柔和更稳定。对于初学太极拳的朋友们，我还要提醒，一时如果你在做瀑布很困难的时候，宁可半瀑布，也要保持身体的松正自然，切莫勉强的低头弯腰。造成紧张憋气。瀑布的要领是一腿屈膝全蹲，而不是抬臀弯腰低头。左下式独立，收脚转腰摆手雕钩，屈蹲出脚，瀑布穿掌，弓腿抬手独立调掌，十七右下式独立，落脚转身，左脚跟捻转，摆手提钩，右腿提起向右侧伸出，屈腿全蹲，转身瀑布右穿掌，两脚撇扣重心前移，弓腿调手独立调掌。第七组有三个动作，十八动左右穿梭，十九动海底针，二十动闪通臂。十八动左右穿梭，
19海底针。20闪通臂。落脚，脚跟着地，脚尖外撇，转腰抱手，右脚收提，向右前方上步，弓步架推，第二个穿梭，转腰撇脚，上步架推，19洞海底针，根部转腰提掌，抽到肩上耳旁，然后虚步向西，插掌上体略向前伏，20洞闪通臂，提手收脚立腰，把前脚收回来，再向前迈出去，弓步推掌上撑，两臂展开，左右穿梭，手法是叫做架推掌，一个手上架防守的动作，一个手是向前推出去，方向一个是动作是向着西北方，一个向着西南方，都各自正西偏南偏北各30度，步行是弓步，假若我们前方是正西的话，从独立步开始，脚尖外撇，脚跟着地，然后转腰抱手，提脚，首先向西南迈出去，右手上架，左手前推，这个动作推的方向正西偏南，脚弓步前脚的方向也是正西偏南，要保持同向。第二，这个动作像搂膝奥步一样，也是一个奥弓步，两个脚左右要保持一定的宽度，大约30厘米左右，重心才能保持松稳。实际上把举起来的手放下来，就是一个斜方向的搂膝奥步动作，因为弓步和推手两者是一致的。现在把按的手举起来，成为架掌，右穿梭转换成左穿梭，也是抱手撇脚，转腰上步，两手上下交换，眼看前手，指尖与鼻尖相对，手要推在两个脚中间的中轴线上，上举的手也不要因为手向上举就耸肩歪头，要沉肩顶头，两个脚也不要因为是奥弓步的举推就变成了身体歪扭，还要保持中正。还原成起势的姿势，仍然保持着松正自然。
19洞海底针，这个动作也是一个形象的名称，实际上是向前下方插掌，好像潜入海底一样。这个动作的功法含义是用指尖去戳扎对方，戳扎对方的裆、小腹，总之身体要略向前倾，侧掌去攻击对方。杨氏太极拳总的身形的要领是中正安舒，但是要随着不同的手法、腿法，应该有身法的配合，就是说身法的应该允许有必须的旋转或者是向前的倾伏。海底针因为是向前下方攻击，所以身体要向略向前倾，大约30度到45度。身子向前倾，仍然要保持身拔顶头沉肩，不能因此驼背弯腰、耸肩缩脖，仍然保持身拔饱满，我们叫做斜中欲正。第20洞，把手提起来，脚收回来，再迈出去，展开两臂，前推后撑，这个动作叫做闪通臂。闪就是快，像闪电一样快速的，通臂把力量运用到通达到两个手臂上，快速的一个手去向前推，另外一只手向后拉撑，这样使对方难于招架。闪通臂的方向是面向正西，18左右穿梭，落脚、转腰、抱手、提脚、上步、架推掌、再撇脚、转腰、抱手、收脚、上步、弓步架推、19海底针、后脚跟半步、重心后移、坐腿、右手抽提到肩上、左手落到腹前、虚步搂膝插掌、上体前倾，不超过45度。20闪通臂、提手、收脚、上步、翻掌架推、弓步向西。最后一组，第八组，有4个动作：21转身搬篮锤、22如风四臂、23十字手、24收势。21转身搬篮锤、22如风四臂、23十字手、24收势。坐腿转身扣脚、
两手向右摆动，重心左移，握拳收于肋间，摆脚扳拳，重心前移，摆掌收拳收脚，上步拦掌，右拳收到腰间，弓步打拳，左手停于右前臂的内侧。22，如风似臂，插手翻掌，坐腿悬臂收手，弓步推按。23，十字手，坐腿转腰扣脚分手，右腿屈弓，落手重心左移，抱于腹前。3，收脚呈开立步，两手合抱。24，收势，悬臂分手，平举于身前，垂落停于大腿两侧，左脚并拢，还原成预备姿势。21动，转身搬篮锤。搬篮锤这个动作的名称，就说明了这个动作的武术攻防内容。手法上，这样叫做搬，这样叫做拦，向外搬开，去破坏掉、拦截掉对方的进攻；向内拦截、阻拦。总之，外搬、里拦都是格挡、防守，阻止对方的进攻。我们在拳击里头也是有这样的防守动作，向外向内的防守，在武术特别是太极拳当中，这就叫做搬拦。枪术练习也有叫做拦拿扎，拦拿的动作都是向外拨开，向里压住，再直刺。所以这种搬拦的名称是太极拳的左右格挡的一个专门的术语。在我们这个动作当中，摆脚扳拳、扳压、上步拦截、拦掌，然后还击打拳，转身从面向正西转回来，向着正东。转身的时候注意屈腿落胯转腰，不要举臀弯腰前伏。坐腿握拳，23，把脚收回来，再摆步扳拳，4，两个手弧线前后摆动，收拳摆手提脚，5，上步拦掌拦截，6，弓步打拳，左掌拦截以后呈侧立掌扶在前臂的内侧。这是第21动的动作。22动，如风似臂，这个动作也是很形象的把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给表达出来了。风臂都是阻止破坏对方的进攻，保护好自己。那么这个动作的手法呢，是手轻轻地插出去，
向后坐腿，旋转你的两臂，然后到胸前再反转，把对方推出去。在太极拳的攻防方法的含义里头，把这种方法叫做引进落空，把对方引进来，使对方失去重心，我们再翻转反击。这是一种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的一种攻防方法，用了一种很巧妙的战术来达到最大的攻防效果。这个动作请大家注意，这个手有一个旋转屈收，对方当推你的两手的时候，请你重心后移，同时旋转你的两臂，屈臂后引，把它给带进来，把它给带进来，使它的重心失控，我们再推出去，这种推叫做前按。旋臂引进，像螺旋一样，把它给引进来，引进来，推出去。不要做成卷，曲卷，不要做成了曲臂卷收，不是扬肘曲臂，而是曲臂滚肘，也不要做成开合。注意手法的准确表现。23动，十字手。十字手是指最后这个动作，两手抱成斜交叉，好像一个十字交搭。那么这个动作到恰恰是一个标准的封闭动作，两个手交搭抱在胸前，铸成一道屏障来保护好自己。当然两手要碰满，抱成圆形，不要距离身体太近。如果距离身体太近，就失去了屏障的作用，这样我们太极拳里的叫做扁、丢，缺少蓬力。所以呢，两个手要半圆形蓬满，使对方不能轻易贴近自己的身体，以利于自己的转化。两手相抱蓬架起来，步子呢做成了一个开立步，而不是马步。请看我这个动作，搬、拦、锤、如风四壁、向前推出去、十字手、一、二，两手下落相合再复前，三，举抱棚架成斜十字，两腿开立，不是屈蹲。最后一动收势，一、二、三，还原成预备姿势。当然这个动作不具备特殊的武术攻防含义。我们在打太极拳的时候要注意动作的连贯性，协调连贯圆活，绵绵不断，不要断劲儿。所谓断劲儿，就是中途的突然的停顿，衔接呢不够格列，不够那么有机的联系。比如说我们这个动作应该是轻轻的、很连贯的
随着腰转分开，再随着腰合拢，棚架起来。一个动作是像行云流水绵绵不断的完成的，我们叫动作的是连贯均匀。切莫做成一中间突然发生了一个折叠，杨氏太极拳动作是连贯的，有不应该有产生折叠和断劲儿的现象，所以请你在脚的转扣捻转的时候，掰扣捻转一定要和转腰重心的移动相结合，像我们写字要一笔完成，中间呢不要停顿。扣脚、撇脚、转腰、分手，一道圆弧拉开，不要做成向回来的时候，也是以腰带手，以腰为轴，脚轻起轻落。即便是做完了一个动作的结束，马上就要转入下一个动作的开始，叫做断而复连。太极拳叫做进断亦不断，事断进不断，看似停顿，马上又转入到转接到下一个动作，所以呢是很自然的。这个是一个演练的技巧。21转身斑斓锤，坐腿转身，坐回去，握拳，摆脚扳拳，上步，拦掌，弓步打拳，22如风四臂，插手翻掌，坐腿旋臂收手，弓步前按，23十字手，坐腿转腰分手，扣脚撇脚，落手合抱，扣脚收拢，开立抱手，24收势，翻手下垂落，并步还原。简化太极拳是一手易学易记的简单的太极拳套路，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的内容精简放松教学质量要求，降低动作的标准。正像一首小诗、一首绝句，也许一段插曲可能成为人们千古传颂、长期不忘的印象一样。武术界也有这样的谚语，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希望朋友们在学完了动作以后不要满足，在动作打好基础的基础上进一步求得尽力协调，做到心动身随，神形相合一。下面请大家再看一遍全套动作的背向演练。